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志生说，心理健康问题是全球面对的挑战，并呼吁关注青年心理健康的组织和个人踊跃提出建议和反馈，探讨如何更好地帮助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群体。本地非营利组织出爱社会服务旗下的两个心理健康项目，就致力于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意识，以及帮助面对心理问题的青少年尽早康复。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心理健康问题是本地青年关注的课题之一。我们非常的鼓舞，因为年轻人不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很积极的想跟政府机构和社会福利团体肩并肩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公众可以通过当局网址提出有关心理健康的意见和反馈，为受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的群体提供更好的支援。